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父债子还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这是什么邪术？无心自己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无心，谢无心师侄救命之恩，还望大师莫要怪罪。看来九龙寺的和尚失败了。哼，无双城也来趟这浑水？就凭你卢玉宅？当然不是。最将断戈壁，九出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名的错纵不惧，破天机渐渐此刻谜题，轻若观景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下意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，少年梦逐浪如城，云长心间可年轮，年华会赠予伤痕，人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间棱角激昂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伤而不杀，你可要记住了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什么大魔头，成天想着杀人的事。你这个小家伙，口气也太大了点吧？哼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，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我就开始打了。早点打完，我还急着回无双城呢。喂，这个小豆丁是谁啊？怎么那么狂？云珠，御剑术！轻说。赵子荣，小心！以这小子的年纪，能控制无双剑下放出四把飞剑，还真算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了。你怎么了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。风箫，
界外有天，我这点本事。发什么弹？小心！机会。坏了。那个和尚就在里面，去把人带出来，我们走。无双城，你们过分了。难道他刚才完全避过了无双的攻击？此人是谁？居然完全没有内力，像是不会武功的样子。可刚才他的身法……极棍，武功废了就别强出头了，一旁看着吧。哼，你不也废了？咱们俩半斤八两。你们也是来找我的，还等什么？张嘴，张嘴！打赢我，我跟你们走。和尚，你很狂啊！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师弟，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就快点打吧。早点打完了，我还急着回寒水寺。松口。这么心不在焉的攻击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和尚，你不是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这是……感情你刚刚是骗那些老和尚的？不，这一次他用的功夫不一样。恭喜师弟，天眼通，神足通，天耳通。这不是罗刹通秘术，是真真正正的佛法六通。莫非这就是师尊说的由魔入佛？废去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佛法六通。这样也好，总是要有点意思才能打得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哼！
怎么样？什么？是不是感觉有些挫败？是有一些。这一趟出门，本以为凭自己的本事，应当能闯出些名头，可一路上遇到的……就像刚刚抵挡飞剑的时候，也是我最先露出败相，才连累了大家。还记得第一次对着明侯月姬的时候你说的话吗？啊，我说好大的一把刀。不是这句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这是我雷无杰的幸运。你看好这两个人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这一辈子江湖第一人便是从他们二人之中产生的。御剑之手，大开眼界。佛法六通，自有奥。我师兄又要等不及了。若是你没有受伤，想要赢你，的确得费去不少力气。和尚，我来帮。别忘了那个拿长枪的家伙，一拥而上，咱们人少更吃亏。和尚，看好了。接下来的这几剑才是我真正的剑，你若是能撑住五剑，我就让你这条路，如何？师弟，哎，不亏。哼。师弟，还有两剑，玉如意，风萧。没想到，挡出了风雪剑沈静州，挡出了九龙寺的本相罗汉阵，却最终还是要死了。别杀他！
你们要是能拦下这两剑，我也同样让开。去！来不及了吗？自己的身体来挡，的确没有比这更傻的方法了。的确是傻，不过很有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解。江南霹雳堂我知道，可雷无解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痛。喂，我的剑不伤无名之辈，你可要记好了，以后可一定要名扬万里才行啊。那是自然。你打完了？大师兄，我打完了。我们是不是该回？行，把和尚带走。如玉宅。师命难违，唐莲，我劝你还是让开的好。哼，这也太难看了吧。坚守主角番外剧情，一切尽在官方手游。新的江湖，新的故事，小僧很期待，想要加入我们吗？施主扫码关注，即可参与。这个人，他就是世间用枪之人的第一。适才，你问我是谁，你不认得我，可认得我这杆枪？怎么可能？双剑侠十三剑，果然只有修炼到剑仙才能完全操控啊！我选择你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无心，什么？不试一下，怎么知道结果？我想帮那个人，他值得。果然无心，一步一步。